南韩的防疫当局已经决定要把确诊者隔离七天的规定至少再延长四周。好，原因是因为专家警告了，如果贸然取消规定的话，八月底的确诊人数将会狂飙8.3倍。这在香港疫情也有反弹的趋势，因为已经连续三天都突破千例，甚至还出现多起了 BA.2.12.1 的本土案例，感染源都不明。南韩防疫大松绑，如今却急踩刹车。本来考虑取消确诊者隔离七天的规定，如今紧急决定再延长四周。专家示警，若现在就解除隔离规定，八月底单日确诊数就会狂飙8.3倍。再加上去年底奥密克戎大爆发，引发的免疫效果正逐渐衰退，今年七八月后疫情再度扩散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当局决定维持现行的隔离政策。而邻近的香港疫情也有反弹趋势，单日确诊连三天破千例，当中多名 BA.2.12.1 的患者感染源不明，疑似从检疫旅馆带进社区。目前全港已有126所学校有确诊病例。专家警告，幼儿园的学童因为年纪小难规范，加上大多未符合接种资格，爆发群聚的风险会比中小学的孩童还高。而为了控管疫情，16号起进出酒吧、夜店都得出示快筛阴性证明。放眼全球，染疫死亡数连5周下降，并将上周再度反弹，增加了4%。世卫坦言，与各国松懈都减少筛检，因此实际状况恐怕更糟。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会暴动听证会的第三场有多人作证。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国会暴动当天对支持者发表演讲之前，曾经呢在电话当中火爆斥责副总统潘斯，并且表示他是懦夫。好，因为潘斯不愿意配合推翻大选结果。川普的女儿伊凡卡也在录影证词当中说了，她对于川普在电话当中的态度感到很惊讶。伊凡卡她也间接透露，她并不认同川普坚持的大选舞弊指控。好，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普丁在17号这一天是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表演说的时候火力全开，这回他炮轰西方，指出美国自以为是上帝在地球的代表，眼里只有利益没有责任感。但是普丁也说了，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还希望俄乌局势能够回归正常之后就能够重新修复两国的关系。当然此话一出，似乎是在对乌克兰示好。提供乌克兰开战以来最大笔的10亿美元军援后，再送超过5000枚标枪飞弹，但没提供送后服务。乌军看起来需要客服电话。不过，乌克兰国防部宣布击沉俄罗斯黑海舰队拖船，而且可能是使用美军提供的鱼叉或海王星飞弹。普丁对于美国行为火力全开。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провозгласив победу в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ну объявили себя посланниками Господа на земле, у которых нет никаки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а есть только интересы. 欧洲五国领袖前后访问基辅，并且推荐乌克兰成为欧盟候选国。普丁认为，相较于北约，乌克兰加入欧盟不构成威胁，还表示想重新修复俄乌关系。чтобы у всех наших соседей было процветание, тогда неизбежно.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证实有3名退伍军人在乌克兰失踪，其中2人疑似遭到俘虏。拜登对此呼吁别去乌克兰。Americans should not be going to Ukraine now.Say it again. Americans should not be going to Ukraine now. They should not be going to Ukraine. 对于美国退伍军人失踪或是被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完全不知情。但其实俄国媒体早就播放2名阿拉巴马州退伍美军双手被绑的照片。其实俄罗斯一再坚持对外国佣兵绝不宽待。不久前，顿内茨克法院才将3名分别来自英国和摩洛哥的外籍战俘判处死刑。这3名包括前海军陆战队在内的退伍美军，未来命运让家属十分担忧。记者蔡星辰报道。在今年的5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南加州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生的枪击案，当时造成了1死5伤，而枪击案嫌犯周文伟当地时间17号被检方加控了仇恨犯罪。好。不过呢，现在呢，他预计在8月19号的时候就要被提讯了。上个月第一次出庭的时候，并没有提出抗辩，目前持续的被羁押，不得保释。
大陆上海凌晨时分发生了重大的公安意外，当地的石化工厂传出了大火，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烈焰冲天，几乎整片天空都被染成了橘红色。当地居民很惊恐地说，其实被好多声的巨响跟震动给惊喜。好，根据了解呢，在这个工厂内的化工部乙二醇的装置区发生了大火之后呢，就发生了这个巨响，目前得知已经造成有一个人死亡。金卡戴珊日前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慈善晚宴上头身穿了玛丽莲梦露为甘乃迪 JFK 总统献唱生日歌的礼服。好，经过分析之后，这个就被发现说，金姐就算她已经瘦身了7公斤，但是她的臀部依旧是撑的礼服受损，而且有很多的水钻都脱落了。金卡戴珊出席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慈善晚宴 Met Gala 时，造型不但惊艳全场，而且大有来头。这一袭礼服是好莱坞一代传奇女星玛丽莲梦露曾穿过的古董礼服，也对应了这次晚宴主题“镀金时代”，重塑过往的高调奢华。Just a few weeks ago, Kim Kardashian, you may remember, wore Monroe's iconic flesh-toned dress to the Met Gala.The one that Monroe wore in 1962 when she sang Happy Birthday to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这袭独一无二米白色水晶礼服是出自法国服装设计师吉恩·路易斯之手，亲手缝制的6000多颗水晶，质量非常精美易碎，价值高达台币约1.4亿。因为不能改礼服，卡戴珊努力瘦身，在短短3周内瘦了7公斤，更将原先的黑发染成金发。为的就是能重塑梦露，他也在 Instagram 上表示非常荣幸且感激能有机会穿上性感女神的礼服。没想到尽管努力在短期瘦身，礼服依旧不合身，而且疑似遭毁损。礼服穿着前后对比照引发网友抨击，吐槽卡戴珊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毁了一件见证历史无法取代的杰作。玛丽莲梦露收藏家也发布细节图片，表示损毁比想象中更糟。据说卡戴珊在红毯上披着白色披肩，就是为了掩盖礼服拉链破损和水晶松脱的细节。但梦露礼服租借商雷普利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出面澄清。There were reports that Kardashian damaged the dress, but 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 which owns it, says.She did not damage the dress. Ripley says the gown was slightly damaged when they bought it in 2016. It's worth nearly $5 million. 出借商回应，卡戴珊穿梦露礼服的初衷是为了让新一代认识梦露的故事，而且礼服在2017年就已经破损，钩子处有皱褶，坦言穿的短短几分钟不会造成严重的损坏。然而对于卡戴珊这次的 Met Gala 造型，外界评价两极，有些网友表示经典值得再现，参与礼服制作的设计师鲍勃麦奇更说，卡戴珊这次的礼服根本就是个大错误。记者陈立新报道。自己的清销工作要做好，所以我再次给大家推荐旺旺水神机，有一种比较大的一种这个雾化器，大的雾化器呢它大概有4公升，小的地方像这2到3瓶左右，你可以买这种小型的雾化器。怎么买呢？来啊，这边有个 QR code， 买的话请你输入 CTI 285啊。